好，在这边呢，我要讨论的是 Pan Asia of this topical 的 from three chapter one indices。OK，然后 during 这些，你去看我的别的影片，然后 simplify the following describe the meaning。所以这一个是 negative 五和八，power 一二三四四。OK，所以这一个，它的 meaning 的情况之下呢，meaning，OK，那个减五个八，multiply by itself，然后 four times，好，就是这样，OK，然后这一个呢，二四五0.8，好五。OK，所以这个的命令呢是那个什么0.8 multiplies by itself of 5 times。OK，然后这个246减六减 y 方六，OK，所以它的命令呢，OK 是。那个减 y public meaning，然后那个 negative y multiply itself by 6 times。OK，然后再来这一个 repeated multiplication form，所以这一个等于 w 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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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2467个。减一百三乘减一百三乘减一百三乘减一百三，减三个 y 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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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三个 y，就是这样。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题，64被四的话。我在这边64除4，16除4，4除4，1，所以我的64是4 to the power 3，但是事实上我2、4、8、16、32、64，这一个64呢是2 power 6，然后也是4 power 3。OK，好，然后4096 base 8，所以我在这边4096除8，8我40，5一二。然后八，64，然后八，然后再八一，所以这一个4096呢，那其实是八 power 四，其实我的64，然后一二八五二五六，然后五一二10242048，然后再来4096，OK，这一个是二 power 十，11 12二 power 12。2 power 12呢？2 power 12等于2 power 3的 power 4，然后8 power 4，好，来，在这一边，index form single number 减3 power 4，所以它在这一边是减三乘减三再乘减三再乘减三，减变成加，然后3×3×981。我们知道39271，然后23729，OK，减 negative 0.5 power 5的时候呢，OK，等下，这一题呢，我给我的话呢，我自己本身，还是五二十五一二五六二五，然后3125。所以这一个是五个小数位，所以它这边是0.0，所以这一个是 negative 0.03125。OK，我自己本身做的话，我可以把它想象成减二分之一 power 五，然后我们二四八十六三十二，所以它这一个会变成了减132。So 你看呢、啊？我在这一边，如果我用计算机，它是 negative 0.5，然后 power 5的话，它变成这样。
OK，so 都可以拿到答案。OK，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把它换成分数，这个我会比较轻松啊。OK。来，接着，城市加厨师简，他问是城，这些 definition 都要把它背上来，所以这一个会变成减三和五，包括五加四，直接是九啊，我懒惰写，五加四，给了五加四，然后还变成减三和五，包括九，OK，然后这一个是 t 包五加七加三，t 包15。好，接着号码跟号码乘，六是24，a power 2加6，所以它是24a power 8，OK，然后这一个四七二十八，五加七，减了28，聚12，OK，然后这一个四三十二，然后3.6s 三加四加七。减3.6s power 14，OK，好，然后这个五四二十三六六减零点六，OK，W 二加五加四，所以我在这边0.5乘0.3乘0.4，它会变成这一个0.06。所以它会变成 -0.06W11，OK，0.06W11，好，然后这一个3266848减48，p power 1加3加4加2减48，p power 10，好，这一个除是减6 power 15减7。然后六 power 八，OK，然后这个是减九 power 八减二，减九 power 六，OK，然后这个是减 t 15减八，然后减 t power 七，然后八除四是二，八减二，然后216，OK，然后接着。再来这一边的这一个，这一边月六减六 g 七减二减六 g 五，然后减26除十减十三，它变成二十减七二 f 三，OK，然后再来这一个72除减八减九。x power 三减一，y power 二减一，z power 五减一，然后减九 x 二 y，z power 四，y power e 呢？我们写成 y 吧，我们没有写 y power e。OK，好，就是这样。Simplify each of the following number or algebraic expression in index form。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变成减 m power 648。OK。然后这一个0.5 power 三，e power 12，然后五二十五一二五0.125 p power 16，好，然后这一个呢是减三 power 五，减三 power 五，p 五是二十，q 五二十，对，39278123减243p 20 over q 十，OK。然后在这一边，我先月减四二八，然后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变成二 r power 六 s 二 v 三，OK，我里面的这一个先加上来先，r 四加二，它变成 r 六，所以它会变成二 power 六 r power 六三，二 power 五，然后 r power 六五三十，s power 五二十，v power 三五十五。所以二四八十六三十二，三十二 r 三十，s 十 v 十五，OK，s 十 v 十五，
32R，这个是 T 来的，这明明是 R，连它的题目那边错了，它跟答案那边的不一样，它的那个 B 呢，它应该是 8R472，然后 4S2V3，然后 power 5，所以在这一边我越二，所以它变成二 power 5。R power 五是20，T power 五二十，S power 五二十，V power 35，所以32 R 二十 T 十 over S V 15。OK，任何号码 power 零都等于一，前提是 A 不等于零，这个是一，这个是一，OK，前提是 W 不等于零。那减二 power 减二，我们的 a power 减 n 等于一 per a power n，所以它是一 per 减二 power 二，OK，好，一 per 四，然后这一个我的 a per b power 减 n 的话，它变成 b per a power n，所以它是五 per 二 power 四，然后五 power 四二 power 四，五 power 四的话呢，五二十五一二五六二五。然后二四八十六，十六又五个十六，六二五个十六，七二九的话呢，我知道这个是九八一七二九，九刨三，一刨三，所以它变成九。然后我们另一种做法是三九二七八一二四三七二九，所以这一个七二九一刨三等于三刨六，一刨三，然后三刨二。然后它变成九，然后这一个呢是0.2 power 四的 power 一 per 四，所以它答案是0.2。好，接着这一个，还要我们写成这样的 pattern，所以64 power 三 power 一 per 二减27 power 五，然后。power 一 per 三，然后 x per y power 四，然后再来 power 那个一 per 五，然后在这一边是64 power 三减27 power 五，然后 x per y power 四，然后 root 五 root 三，然后 root。然后接着这一个是一 per n power n，所以64 power 一 per 二 power 三减27 power 一 per 三 power 五，然后接着在这一边这一个是 x per y power 一 per 五 power 四，然后这一个呢，那就square root 64。然后三减27，然后 x per y 五，然后 power 四，power 五，power 三，好，四 power 二 power 四，然后四 power 减三加五，四 power 八 over 四 power。四抛八减二，然后四抛六，OK，四抛六很大的一个号码，102420484096，这一个是十抛二的一百二加减二，十抛二加减五，十抛。这一个将越减，一减二还有减一，十 power 减三，二减五减三，所以它变成十 power 减一减三，然后十 power 二一百，然后接着这一个十二，我们要知道十二是什么呢？十二是二六二十二。所以它的这个六十四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
是二 power 六，所以这个是三 power 三 power 二乘那个12等于二 square 乘三，二 square 乘三 power 一 power 二 over 二 power 六，然后二 power 三，然后它这一个这边又减三 power 六二 power 四，三 power 三 power 二乘二 power 一乘三 power 一 power 二。over 二 power 四，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它这一个呢，我们的这一个，二跟这个可以约，所以三 power 三 power 二加一 power 二，over 二 power 三，所以它这一个会变成三 power 二 over 二四八八，所以它这一个会变成九 power 八。就是这样，9/8就是1/8，好，接着我们要 simplify 的这一题，所以这一个是6^2，p^2，q^4，r^2乘6^1，p^2，q^3除 p^1，q^4，r^5，所以6^2加一。然后 p^2 加二减一，然后 q^4 加三减四，r^2 除就减五，所以它变成6^1，p^1，q^3，r^3，所以它这个就变成 q^3 r^3 等于6p。OK，6^1是1/6，然后 p^2 是1/p，这样，所以它这个 q^3 r^3 等于6p，对。然后这一个呢，16是二四八十六，2^4，然后32呢是2^5，所以这一个是2^4 p^2，1/2除2^5 1/5 p。然后 power 减二乘5^4 p^4，所以它变成2^2 p^1除2^2 p^2 乘5^4 p^4。OK，这一边的这个跟这个圆，OK，所以它变成2^2除是减。p 1减2加减4，OK，所以它在这一边，它就变成2^4 p^2 减1，2^4是16，所以它这个会变成16/p，16/p，哎，这边我弄错了，这个16乘，这个还有一个5^4，那这边还有一个5^4。那有一个5^4，OK，然后2^4 5^4，所以二乘5010^4，所以它是一，然后4个0，然后这一个是2^3 m^2 然后2^2 是8 16 32，64是2^6。2^6，3/2除 m^4，然后减二，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那这个就会变成了2^6 m^4乘这一个约9×2，9^28 减18除 m^8。所以它要变成2^6 加减18 m^4 减8，所以2^24 m^4，OK，哎，有地方错吗？这一个是减，这一个是2^6，然后加减，然后这一边是39。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二六，
九减18加六，这一个是二和三乘二六，然后这一边就弄错了，这一个还应该是那个十减12，m power 四和二 power 12。m power 四个409620484096，然后接着在这一边还要我们找，所以这一个是，square root x power 7乘3 power 3 over square root x power 3等于3 power 52486 32。对，39278123，对，所以我这边就有 square root x 7减3等于3 power 5除3 power 3，3 power 2等于 square root x power 4，OK，然后就 square root x 呢，我其实是把它写成 x power 1 per 2啦，那这一个是 x power 1 per 2。x power 2等于3 power 2，所以我的 x 等于3呢。好，接着我们看第18题应用题。他说 diameter of 那个树 after n 年呢是这个 d 等于 b 加3 or 0.5 power n，b 是它一开始，b 是 initial，然后它一开始的时候是 27 cm，所以说是 b。然后它这个 diameter 变成270，所以它的 time 会是等于多少？OK，然后 n year，对，n 等于多少？所以我在这一边它的这个 formula 是这个 d 等于这个东西，OK，然后过后呢，我的 d 是270等于27加3 power 0.5n。然后我把这个反过去的时候，来变成243等于3 power 0.5n，3 power 5等于3 power 0.5n，所以我的 n 那个5会是等于 0.5n，所以我的 n 等于5除0.5，然后拿到的是10。OK，因为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这个比较，我的53的 power 跟三的 power 比，现在拿到这一个，OK，好，243，OK，所以 n 等于10，所以它是 10 years。然后再来这一边，balls release at a high of pitch，然后 bound 90%，然后 height of after one bound 是这一个，release 的时候是零 bound，所以这一个它的那一个。L 呢是零，所以我的 h 等于80乘0.9 power 零，OK，所以它变成80乘1等于80，80 cm。然后第二个，after 10 bound，L 等于10，h 等于80乘0.9 power 10，所以我们在这一边80乘0.9 power 10，然后拿到的是这个27.894。OK，就是这样，27.894 cm。OK，好，我们来到这一课的总复习的 objective 题，所以这个是4 power 3加2。然后九 power 九加五，四 power 五，九 power 14，OK，B，B，D。然后第二题我们要 simplify 这一个，二 power 一和三乘五 power 一，然后二 power 四和三乘五 power 减八，所以它这一个二 power 一和三减四和三，五 power 一减八。所以二 power 减一，五 power 九，OK，二 power 减一，五 power 九，D。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一个呢，它会变成三 power 三，m power 减九，m power 六，m power 三，m power 二，m power 减五。然后这一个它变成三 power，在这边我这个可以约嘛，一个剩两个，三 power 二，m power 减九减二加二，m power 六加减五，所以九 m 减七 m 一其实不用写了，OK，所以九 m power 减七 m d 第三叠 d，好，第四题。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对，二 power 减三乘二 power 六等于二 power n，所以它这一个二 power n 等于二 power 减三加六，然后二 power 三，所以它答案是三，所以我拿到我的 n 等于三，第四题，然后哪一个是不正确？这个是正确的，这个是正确的，这一个就不正确，四加四八。16不等于八，OK，然后四抛零是一啊，四抛四，六四，1856，对，这一个是对，四抛零是一，然后四抛四是256，好，C 第五题 C，接着第六题这一边呢，这一个，那就会变成。三 power 二 x 减一等于三 power 二 x 减一，这个是一样的。然后一百四 power 二 x 减一，四三 x 减五。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那这一个就会变成了四 power 减一，二 x 减一等于四 power 三 x 减五。OK，四三 x 减五，然后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那这一个是减二 x 加一等于三 x 减五，然后五 x 等于六，x 等于六个 b，OK，我在这一边我把这个反过来，再反过去，再把这个除下去。然后我在这边的时候，我其实是比较它的 power，这一边这一个 power 跟这个 power 拿来比较，OK，好，然后所以它答案是 B，然后接着这一边还有我们 simplify 这个3721，七 m power 三减一 m power 五减二，七 m power 二 m power 三。A 第七题，好，在这一边，这一个是 m power 120，m power 120，然后乘 m power 140，m power 240，然后 m power 140，m power 440，所以它变成 m power 120加140加140。m power 120加240加就 m power 1 m power 2，所以答案是 B，第八题 B。好，第九题这一个212428，好1444，所以它这一个会变成减 m power 5加1 m power 6加。所以减 m power 六，m power 十一，减 m power 六，m power 十一，c 第九题 c，减 m power 六，m power 十一 d，然后这一个是二 power 四，m power 八，m power 十二，所以二四八十六，m power 八，m power 十二，b。好，就是在这边，还要我们看 true false，所以四 power 三呢是二 power 二 power 三，二 power 六，八 power 二呢是二 power 三 power 二，然后二 power 六，所以这个是 true，这个是 false，
三 power 五跟五 power 三是不一样的，三 power 五是三乘自己三四，然后它这个是二四三，然后接着呢，它这个五 power 三是有五 power 三，啊，它是有，然后接着在这边乘这个乘这个加五，e power 二加这个。二得三加二，就三二六八得三，a power 八得三，b power 不一样。然后这一个呢，它其实是二 power 三，a power 六，b power 三，所以它这一个是八 a 六 b 三，所以八 a。什么六加二不三，六三十八，二十不三，然后 B 三加四七，OK，八，A 二十不三，B 八七，这一个呢，它是六 power 三，A power 减六，B power 三，然后六 power 三是什么呢？二一六，A power 减六，B power 三，然后二一六 A。减六三十八减十七不三，v ，OK，好，所以二一六 a power 减这个减这个是 v power 三乘 v power 减二，它变成 v power 一，OK，所以这个应该是二一六。然后 a power 减十七 plus 三 b power 一对，然后这个它会变成二一六 a power 减四 b power 零 b power 零共写 b power 零等于一共写，OK，所以二一六 a power 减四，然后二一六乘八一七二八。一七二八，然后 a power 零，然后 b power 六，三加三六，好，就这样。除这个四减减二没有，然后b 四减减三七，二不三减 a 减四不三。然后 b 方程，这一个是二 power 三，然后也就是八，a 六 b 三，OK，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是一百八，a 二百三减六，二百三减六的话，六三十八，减16百三，b 后一，OK。所以它这个是一百八，a power 十六点三，然后 b，除，那应该是减十六点三，然后这一个呢，它变成六 power 三，a power 减二 b power 三，然后就二一六 a 减六 b 三，然后就二一六，然后 a 减六减。这一个，然后它会变成六三十八减二十三，然后 v 三减二减三减五，OK，所以它是二一六 a 减二十八三 b 五 b 减五 b 减五，这一个是三减二减三减五啊。然后这一个是，没有，但是这个除这个，所以是三减减二，那就变成五，然后减二减六减二和三减二十个三。加五不用写，直接 b 跑五就可以了。
然后这一个是216，a 减六减二减八，b 三减减三六，所以216 a 跑减八，b 跑六，这一个是216除八，216除八的话呢，27.8。OK，216除八。27，OK，所以它在这一边是27，27，268。27，再回到这边，216，27，a 跑减二减六减八，b 跑三减三，那 b 跑呢？不用写，所以27a 跑减减六减六减十二，减十二，OK，减十二。好，接着第三题，这一个不等于，OK，就12打过一，这一个是一，这是十二，这是一，然后49小过，然后这一边是 2n 九加减一，2n 头发一样，打过小过一下。然后这边他让我们找 AB，所以我的这一个 A power 82乘 B power 3等于64，所以 A power 4乘 B power 3等于64，是我第一个 equation。然后我的 A power 103B 等于2，我整个东西 power 3，所以 A。乘 b power 3等于2 power 3，你想，so equation 一除 equation 2的时候，就 a power 103除 a power 1，然后 b power 1除 b power 3，然后它就会变成了那一个，什么东西它就会变成了2 power。A power 4，两，这一点我弄错，它应该是一除二的时候呢，我的 E 是什么？我的 E 是 A power 4 B power 3，然后 A B power 3，64/2 power 3，对，这个跟这个月，然后这个跟这个月，然后这一个64我知道。64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二 power 六，所以它这一个 a power 3等于2 power 6减3，二 power 3，所以我的 a 其实是二。然后我的 b 的情况之下呢，我就 sum a 等于2 into equation two 吧。equation two，所以我的那个二 power 六乘 b power 三等于二 power 三，b power 三等于二 power 三除二 power 六，二 power 三减六，所以它是二 power 减三，109 power 二，OK，好，做错，二 power 减三二 power 三。这个是 b power 三，OK，所以我的 b 是一个二，
二和三，二 b 是二，收上 two equation 五，有二。那这一边，这一共是二和一，剩下二和二，然后一和三是二和二，OK，所以我的 V 呢是二和二，直接左边跑过三分之一，右边跑过三分之一，这一个跑过三分之一，跑过三分之一。所以它是二和二和三，a 等于二，b 等于二和二和三。莎拉，她收到一个 message，然后参加一个比赛，然后，this same as last until a certain time，一直比赛的那个 message same。In the wrong and in the present OK，所以我在这边这个是一等于五和 n，玩一 round 它就五和一，玩两 round 就五乘五，五和二，OK，number of n 的情况下就五和 n，OK。然后我的 n 等于三的时候呢，我在这一边，我的一等于五和三，有，一等于五和八，五和八，所以它的这一个是这样。30390625，find the value，total message reverse 怎么多？OK，五毫温，这一个，我的这一个30517578125除五。6530515035255255，然后55254525305255，然后再除五15520205105030，然后35551552525255，然后再来除五52054205240154。0653052525，然后在这边除五，54248540854045401552525255，然后在这一边再除五，就45353532536305255。63452520525，然后再来五一五五，然后9945，然后55253551555，然后接着12525255，来再来除五，到底要除多少是五？哎呦，五。五在这一边，它这一个是五 power 355，OK，355，75895，6530，52525，来除五，73584155520，然后525，然后五155。然后55254520525，再除五，
三六四五一五五，五二十五，五六二五，五一二五，五二十五，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所以我在这边三好哦，十五。不是三好手，是五好手。五好手。所以我的这一个五好 n 等于这个是五好是五，所以我的 n 等于十。好，然后接着第六题，First day email six times，什么？Next day five times。How many customer will receive email on the end day？所以在这一边呢是六三十，再乘五百五，然后再继续点点点。OK，first day 这一个是 first day。OK，所以我的这一边呢是乘五，它前一个是六个五，所以六个五乘五好 n，然后六。乘五号 n 减一，n 等于一二三，点点点。然后，more than one million 的话呢，就六个零，所以就六乘五号 n 减一，大过那个一零零零零零零，五号 n 减一大过这个一零零零零零零。二四六，多了一个零，除六，五个零，二三，OK，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五号 n 减一。这一个1667，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只能够暴力破解了。OK，这一个是2426，25，所以我的五号 n 减一大过这一个16667。OK，我的这一个这一边。1667，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五号七，所以五号 n 减一大过五号七，n 减一大过 n 减一，等于七，n 等于八，OK，然后是 n 五号七。七八二四五，这个二四六，少一个，将这边弄出来，这个是应该是五和八，这个五和九，OK，所以如果我们用 for 的方法的话，它是 n 减一 log 五大过 log 16667。OK，所以我的 n 减一，大过 log 16667除 log n 减一大过这一个是 log 也是可以的，16667 over log 五，7.47。
lưu sụ lock dây cỡ n chén y lock u a cổ lock dây cỡ hồ lock dây cỡ chủ lock u所以它是 n 大过8.47，所以我在这边我拿到我的 n 等于9，对，所以它是9 day，好，好，这是机器100 gram 的 radioactive half after every 1 hour 20 hour show you working clearly。所以它是100，然后除二50，除二25，对，然后它这一边都是除二，OK，half 嘛，前一个是乘二2000，所以我的 Tn 等于2000除二 to the power n 等于123，对，所以我的 T20 等于2000除二 power 20。所以它在这一边2000 power 20，所以它这个是。0.001907 gram，这个是一，不是，这个是2000，这个是200，弄错了，200。也不对，提供答案是这个0.0001907 gram。你看我在这边 mod table，然后它是200除二呢，2 power x 1到20。First hour after 20 hour 的情况之下是，这一个是21 after 20 hour and 等于21，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个我终于懂我做问到的，21 200 2 power 21，对。0.0000095 0.005537根，对。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下一题。When the world sun have a number of 10 million, increase 5% 的时候呢，那是100%加5%，等于105%，然后等于1.05。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是 10×10^6，然后我再来这个10×1.05，然后它就会变成10.5×10^6，然后再来这个是1.025。然后再来这个 power 三是1.576，乘10^6，
Okay, expression of the angel. So 它的班达的这一个呢，它是十乘1.5，就什么十乘1.05，然后 power n 再乘10^6。四的抛弃乘1.05 power n，OK，2、3、4、5、6、7，这是10000000乘1.05 power n，这样，the angels，OK，population the angels，好。after 1年，after 1年，after 2年，这一个是讲十土豪气，所以1.05乘十土豪气，1.05 square 乘十土豪气，1.05 cube 乘十土豪气，这样。好，所以这一边我就把 Pan Asia Practice Topical 的 from 3 Chapter 1讨论完了。